闪闪，你没喝奶，闪闪，给，喝完奶奶快起来，让闪闪喝，闪闪、白富美、李英都喝奶。说的对。你都跑来干啥呢？你们不都喝完了吗？好看呢，你瞧你，你住的是外孙子的猫窝。你住外孙子猫窝，你是不是到时候得给他表示表示，意思意思，给他养个老啥的？啊！这猫窝要是住俩猫都可以的。都出去了，出去，我给酸菜喂点儿，给他加点餐。哟，陆毅啊，那个薄荷球没有了，都掉了。谁在爬杆呢？用你的猴子的学院。爬杆专业的教授，你有毛病啊！你这家伙，这给我膝盖给我挠的都挠不透了，松手，松手！你瞅那个熊样，那么多多余的动作，你就赶紧起开就行了。大帅。你老缠着一个小女生干什么？人家上厕所。宝宝，嘿嘿，糊糊。Oh no！ 够糊的了。酸菜，果果进来没？啊，果果叫了，果果要进来了。一看那面底下都没猫了。果果，果果进来，快点进来吧。嗯，你咋那么爱爬杆儿？啊，猴子没在家，然后 你就是爬杆专业的教授了哈。哎呦哎呦，看这脖子刺挠啊！你说你那胡子让人忍不住就想上去揪去。我看你还有什么表演？嗯，爬。哎，这就不是爬杆了，这是应该是抱着柱子转。咦，我下，菊宝，菊宝，菊宝，没答应，那待会儿喂吃的不给你了。啊，陆毅在那儿，陆毅，陆毅，陆毅，叮叮叮，还扭头，酸菜，苗苗，你是没有存在感呢。自己跑房间挤脚那一趴，奶放着吧，咱们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喝。还有这盘奶，胖虎想起来就多喝啊，这你是主力军，这奶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啊。那个山羊他说指定让胖虎多喝点，他一再叮嘱，他说这个奶只能让胖虎多喝点，因为胖虎比较虎嘛。灿灿，灿灿，果然是灿灿。顶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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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瞧你，哎呀，这些猫也不出去，我要给酸菜喂点东西。这太多了，哪个屋都这么多猫，你们是怎么变出来的？我就想给酸菜和陆毅喂点东西嘛。陆毅啊，你这会儿藏这里了啊？真能藏，把自己当蜗牛呢，还整个壳。胡大法师，谁还自己把门开开的？嗯，好了，酸菜等着我，我驱赶他们啊。